法裁剪，剪纸的时候用剪刀来剪美容纸，哦，预留两公分，并折出根部。刚刚是不是都有对折？有没有？要稍微折一折，一折或两折都可以，你的习惯都可以。你不能一张纸就把它包上去了，一定要折，哦，一定要折。这是双层的一个加强部位，没有做这个动作扣一分。卫衣挑出适当的毛量，并急速，就是把它竖起来，并用美容纸做二分之一的包覆或全包，扣一分。为适当用徒手，有没有折出长度的这个发髻，取两边要对称，指的就是我刚才讲耳朵的部分。好，扣两分，头剪两个，你就要对称了。好，这没有就扣两分。或是要用橡皮筋缠绕或固定美容纸的中间，须不紧不松不掉为原则。如果是紧了、松了、掉了，就扣两分。不紧不松不掉啊，它不是就这么写吗？对啊，你要很紧，对不对？那就握。两圈，我又用到四圈，那、啊、你自己很难绑啊，哦，紧的啊，不紧不松哦，不掉为原则，这扣两分，哦，会依照它要竖立的有没有？头顶要竖立的，你不能让它倒下来。我告诉你，这边不会被扣分，因为假毛，你只要折了，一定不会掉下来，我们的一定不会掉下来啊、哦。下垂或服贴在这个发髻上面扣一分，好，做完了。拱抱起来，好，美容座要消毒，好、哦，他是检查了，你做完了要先做才举手，你没有就是扣分，对，一定要做，一定要消毒，在美容座上面最后的动作，手举手之前就消毒，你看你有几分就已经达到了，好，好，这样。抽下去了，完成了，这样考完了，就可以回家了。好，发夹就是，我们不是很多毛吗？我等一下要讲。